南方集团董事长苏进辉赞助台湾独奏家交响乐团长达23冬，深耕艺术教育，用心推广音乐美学，连续四冬返回故乡嘉义来举办新年音乐会，盼望用音乐艺术唤醒人心中的信心甲希望，和台湾的未来更加美好。台湾独奏家交响乐团和南宏集团博喜厨卫公司伫咧家己市文化局音乐厅举办新年音乐会，邀请到陆基意大利的台湾知名陆冠英、耿丽和南中英丁一线在来的声乐家，共同演唱真侪首相当精彩的歌曲和艺术歌曲，好听众听甲真入迷。出席这一届音乐会举办的南宏集团董事长苏进辉，支持国内乐团的缘分，爱回溯到43年前，受到到维也纳所体会到的感动，因此决定投入艺术的支持和赞助，希望让台湾会当更加美好。我想台湾的未来来讲呢，比较缺乏的就是在艺文、艺术、心灵层面的这个区块，所以我想，在有生之年，我还是会做这一件事情，因为艺术呢就在生活中哈，那无时无刻呢影响了每一个人，在你的生活领域呢，有了这样一个心态，我想你的心情呢随时都会非常开心的。在一届的音乐活动上，苏进辉实在同款是出身嘉义宝地的音乐家萧邦祥。萧邦祥创立台湾独奏家交响乐团，苏进辉全力赞助支持。23年来，台湾独奏家交响乐团已经成为少数深耕南部、拥有国际级水准的交响乐团。在2000年呢，也刚好跟萧邦祥先生认识，那这样的因缘呢，就促成了这个台湾独奏家交响乐团，那也因为这样呢，就实现了我在43年前的一个小小的愿望。那我想，台湾独奏家这20年来的这个成长呢，当然很不一样，当然我们希望呢能够继续走下去。南宏集团董事长苏进辉以生活美学的理念进入企业经营，也用实际的行动提升台湾人文之美，教会小孩子爱知影欣赏到人文风情，以用心付出，持续传达对着台湾的爱。最新新闻就定是王秀山嘉义市采访报道。在家吃喝玩乐，探索世界，您准备好了吗？旺 TV YouTube 频道带您网络漫游，深入嘉义，最在地的美食，最及时的新闻，最感动人心的故事，只要滑动手指，全部完整呈现。现在订阅还有机会参加我们的抽奖小活动哦，马上拿起手机扫 QR Code 一起加入我们吧。